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林子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想要和大家分享一幅很可爱、很温暖的一个魔法师。那他的名字就叫做 Rubeus Hagrid。其实这个草稿呢，我是昨天晚上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在看视频的时候已经起完了。因为草稿起得很快，然后今天其实作品完成的也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。总个时长呢，我觉得大概也就2个小时，2个小时可能都不到，就所有颜色都已经上完了。因为没有很多的 details 在里面嘛，所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草图呢。这就是我起的一个草图，就这个样子。我就很喜欢这个人物形象，那么上色的结果也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Thank you.
幽默的气质啊，也特别的喜欢，希望你也可以喜欢这几个，我家实在是太热了，Oh my god。